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近年来，任嘉伦凭借多部热播剧深入人心，观众不仅记住了他塑造的角色，更看到了他在荧幕内外的双面魅力。从锦衣之下的陆毅到流水迢迢的魏昭，他的角色各具特色，让观众在冷峻与温柔、搞笑与深情间切换自如，不禁拍手称赞。其实这位男演员在戏外也有助令人惊喜的幽默感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宝藏男孩的多面魅力。在锦衣之下中，任嘉伦饰演的陆毅冷峻不羁，仿佛与世隔绝，像是一个天然带住 BGM 的角色。然而在镜头外，这位冷面陆毅却是个自带笑点的幽默达人。据说拍摄一场高冷戏时，任嘉伦对导演说，我不是在演高冷，我是真的冻得手脚冰凉。一句玩笑话让现场笑声不断，令人对他的机智与搞笑印象深刻。不仅如此，任嘉伦的高冷也只是角色表面功夫，他真实的一面则十分随和风趣。这样的反差萌也为陆毅这个角色增添了不少色彩。不少观众在感叹角色魅力的同时，更爱上了任嘉伦本人的幽默和可爱。如果说陆毅代表了任嘉伦的高冷一面，那么在《周生如故》里的周生辰则展示了他的温柔与细腻。剧中周生辰是一个对家国忠诚、对爱人温柔的将军，这样一个温润如玉的角色被任嘉伦演绎得深入人心。而在片场，他的调皮也时常让人忍俊不禁。拍摄过程中，任嘉伦常常即兴表演一些搞笑的桥段，甚至曾经模仿哭戏演得比真哭还投入，逗得剧组人员忍俊不禁。据剧组人员透露，有一次导演为了让他出戏，竟用巧克力把他收买了回来。这样的幽默细胞让周生辰在观众眼中更有层次感，而任嘉伦也在轻松搞笑中诠释了角色的深情。在最新的古装剧《流水迢迢》中，任嘉伦饰演的魏昭角色复杂多变，既是侠客的洒脱，又对爱执着坚守。这一角色不仅需要情感的层层铺垫，还要表现出角色的痛苦挣扎和坚定信念。任嘉伦的表演让人感到沉浸和共鸣，大家感叹他的演技抠舒适还原，仿佛让书中的人物活了起来。不过在拍摄现场，这位看似严肃的魏昭也有助搞笑的一面。任嘉伦曾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身着戏服、头发散乱的搞怪照片，并调侃道，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即使头发乱成鸟窝也要笑住面对镜头。这一自黑照片瞬间引爆了粉丝的留言区，不少人笑称这样的魏昭谁不爱。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任嘉伦时，往往会被他的严肃神情和冷峻气质所吸引。然而实际上，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反差萌。任嘉伦在走红毯时，经常带住一副无所谓的搞怪表情，仿佛在说我是最靓的仔。他在一次采访中透露，其实我每次走红毯都很紧张，但一想到自己是个逗比，忍不住想笑。这种自嘲式的幽默也让人看到了任嘉伦的另一面。他在各种公开场合中，既能表现出敬业的态度，又不失风趣幽默，令人不禁心生好感。除了荧幕上的角色，任嘉伦还始终注重作品的社会价值。像《周生如故》中的周生辰这样胸怀天下、忠心赤胆的将军形象，触动了许多观众的心。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，赋予了角色厚重的历史感和正能量。此外，任嘉伦还常常在社交平台上发声，向粉丝传递积极向上的理念。他的言行折射出一位演员的社会责任感，也让观众感受到他的赤诚之心。随着任嘉伦的作品逐渐增多，观众们期待他未来能带来更多突破与惊喜，用演技和个性为荧幕注入更多活力与温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